美好的生活从你的微笑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这个是平安。平安在学校里面陪我已经有十多天了。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平安在学校里面我教了一些什么给他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啊。握手，好狗，真棒。握手，好。握手，好狗。坐，好狗。握手，握手。定，好狗。定，好狗。定，握手，定。好狗，倒，握手，倒，哎，好狗，呀，好狗，对，握手，倒，哎，好狗，真棒，握手，来，过来，握手，握手。倒，好狗，真棒！哎，好狗，真棒！对，对，别动！呀，好狗，真棒！现在它的倒练得很好啊，别着急嘛，有你吃的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握手，躺，躺，哎，好，哎，来，握手，躺，啊，躺，好，哎，真棒，好，呀，躺好了啊，好狗，真棒，对了，呀，好狗。真棒呀、来钻钻钻好钻啊再来啊、来平呀钻啊好钻好狗钻啊好狗平龙、来钻，好狗钻，好狗钻，好狗真棒，好，来转转转，呀，好狗真棒，再来吧，转转转这里，哎，哎，好狗真棒，来吧，这里钻。好狗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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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棒！坐下，我想，呀，好狗真棒 ，biu 倒，呀。好狗真棒，对了，来，蹦倒下去，躺，哎，蹦，躺，躺下去，躺好了，躺好了，还没躺好，蹦，躺啊，躺啊，
弹好的，冰倒，冰快点，我选，我，冰，对，好狗，定，别动，别动，对，别动，对，别动，好狗，那是冰的吗？冰的。行、yeah, 好狗啊，来再来我想偏来偏这边干嘛，哎好狗我想我好躺啊，好别动定啊，好狗定，好撞死啊定，哎撞死啊，好狗我想，我想倒，哎，好狗，真棒啊，真棒呀，好狗，真棒，好起来呀，快呀，好狗，真棒，坐下，坐。刚刚我给大家展现了一下咱们平安这段时间的学习啊。平安没来之前呢，我是没有教他的，就运用这一个的礼拜时间教他学会的坐卧倒，还有一个延缓，还有一个掉东西啊等等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平安的初级班就学完了。来，平安在这里。刚刚平安的这些行为训练日常啊，都是一些初级班的内容，他初级班的内容基本学完了，他要停顿一段时间，然后呢给他巩固好之后才能够学中级班的内容，剩下的时间呢就每天陪他那些初级班的内容让他巩固啊。平安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毛孩子，就是有点调皮，觉得是吧，非常聪明，一般男孩子吧都比较调皮一点，因为平安是个弟弟啊，是吧，都要调皮一点。好的，乖。对了，把球拿回来啊，好狗，球拿过来，哎真聪明。对了，来，对了，拿不动了啊，干宝宝，呵呵，好狗真棒，好呀，好狗真棒。